皮肤黑的朋友千万不要用，我怕你用了后朋友都不认识你，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搓出来了，去角质，去死皮，提亮肤色，脸上身上都可以用，挤掉之后皮肤摸起来冰嫩诱人。有人在我们视频下面问，你们家的平衡按摩膏真的这么好用吗？我想说您不试试怎么知道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但凡有一个人用了我们家平衡按摩膏没有清理掉黑头闭口粉刺的，你回来找我，我给您全额退款。如果说您有肤色暗黄、毛孔粗大、鸡皮长痘、黑头粉刺的，那您看到这个视频真的有救了。每次洗完脸涂上它，黑头粉刺不用挤，自己就能浮出来。洗完脸你会感觉皮肤光滑了一个度，使用一周肤色就会有明显的改善，孕妇宝妈全家都可以放心使用哦。视频下方链接是厂家供货链接，记住仅此链接是正品，我们郑重承诺质量保证，您买贵了包退，不好用包退，心情不好也包退，速速点击头像或者查看详情购买吧。皮肤黑的朋友千万不要用，我怕你用了后朋友都不认识你，毛孔里的脏东西通通搓出来了，去角质，去死皮，提亮肤色，脸上身上都可以用，挤掉之后皮肤摸起来冰嫩诱人。有人在我们视频下面问，你们家的平衡按摩膏真的这么好用吗？我想说您不试试怎么知道。我今天把话放这儿，但凡有一个人用了我们家平衡按摩膏没有清理掉黑头闭口粉刺的，你回来找我，我给您全额退款。如果说您有肤色暗黄、毛孔粗大、鸡皮长痘、黑头粉刺